冷水倒在杯子里，然后再倒过来，他们不会吻在一起。现在就来做做看吧。前面非常简单，热水、冷水、杯子两个，然后使用上述资料夹剪下来一个正方形的薄片。为了要给你们看哪一个是冷水，哪一个是热水，所以冷水我就加蓝色，热水我就加红色。多米，一滴。热水要加红色。我先加满冷水。冷水不是，我先加满蓝。加到全满，热水很烫，妈咪帮我加到全满，满满的哦。我不晕不晕，蒸汽蒸汽，不要想不要想，蒸汽蒸汽蒸汽会来蒸汽，继续加到满，满了好满。我们在热水的地方盖上一个透明片。因为很烫，要大人帮忙，大人要戴手套才会安全。我们这样子倒过来是不会漏水的哦。给你们看，烫！杯子太大，猫咪快抓不住，这样就不烫了。掉下去。可以可以，我现在把它抽掉，颜色不会混色。把这一片抽掉喽，它不会混色。恐怖哦！哇！哇塞，没有混色，它中间有一点紫色，好酷！热水一直在上面没有下去，因为热水的比重比冷水轻，所以它飘在上面，很神奇又很简单。如果你们没有使用上述，用水彩也可以，这种就是剪不要的资料夹就可以。还有我刚刚那个水杯倒过来不会漏水的实验，那里有连结，你们可以去看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们不知道这样要怎么复原，就是把这个卡插回去就可以了。哇哦！复原了。拜拜。